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第一届的园长叶继英，你们都叫我校长爸爸。我们搬到新家咯，哪一天你路过了，记得进来看一看，都是你熟悉的感觉。还记得多少句静思语呢？它是我们生命教育的灯塔。想念我们煮饭炒菜的营队吗？它可是落实生活教育的启蒙。从小就明白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从小就雕塑自己的人文品格，真的很感恩一群教育工作者默默地守护孩子们清净的心田。祝马来西亚分会慈济幼儿园20周年快乐！